或二姐要复出开唱的消息。好，对我开这个消息很棒哎，而且希望大家有耳福，可以再听到二姐唱她这么经典的台语歌。所以你很抓，我也很希望。将会隐退九年，有望复出。潘越云兴奋喊话，我也希望。演唱经典代表作，他获得国际音响大展2024发烧友最爱歌手奖。明年就出道45周年的他，经出席颁奖典礼受访透露，明年会有新作品亮相。我觉得抒情歌还是以我的风格，对，还有比较民谣风的，对。那所有的歌词，其实都是写我自己，所以是非常非常自己的一个故事。也会有举办歌唱的打算吗？个人演唱会。如果明年应该有机会。如果二姐要复出开唱的消息。好，对我开这个消息很棒哎，而且希望大家有耳福，可以再听到二姐唱她这么经典的台语歌。所以你很抓，我也很希望。今年有跟二姐聊天或联络吗？没有聊过天，对，没有聊过天。但是她是已经非常的很低调了。他非常的低调，但是我们就听他的歌就好了，就很幸福了。